欸，一个没死哦。还好是 Candy 二三，那我们继续来玩这个 XCOM 2。他现在那个黑暗计划真的是很麻烦哦，因为怎么讲哦，那他这个只要买了我就 GG 了。好，那我们之前呢，我们之前那个对外观上的琢磨没有很多，那我这次有打一些新的模组哦，我们来一起研究一下哦，因为我之前都把它砍掉。头盔有分两种哦，就是说你可以从下巴、眼睛、头这样子哦。那我个人先示范一次那个整体的，直接戴一个头盔了，像它原本的那样哦，直接戴一个。我们就一个一个来选哦，它这边头盔样式是蛮多的啦。这是新载的 Star Wars 的，我是不晓得要不要用了，我觉得哦，这就是我讲的哦，就是分头盔、眼睛、下巴，那是头盔的部分哦，你可以组装的。我靠，这是谁的头盔啊？我看我自己下载一些，我自己也忘记了，质感还不错。哎，这边是 Call of Duty 的头盔哦，那我们开始看。给狙击手用的话，这头盔很莫名其妙。它右边是种新车记录器。哦，干，这就是有些模组它不完整哦，所以没办法。就是说你的躯干、你的身体一定要用他的跟他一样的模组，他才会有那个手臂来出来，不然会像现在这样空空的。好吧，我们看一只一只的好了，好不好？手臂的，这样这个就很好看了，对吧？这个就是我刚讲那个问题出来了。我们把这个 Spark 机器人把它改成那个 Titan 的机器人哦，哇，好像很帅哦。我们先从手臂开始，先改一个比较厚一点的。干！等一下，他的头没有改呢，这样可以吗？哦，他把头去掉了，直接用躯干，直接用躯干代替哦。好，可以啊。好，可以啊。哇，粉碎炮哎！因为我们没有医疗兵嘛，我们带一个好了，用一个粉碎炮，锥形区域的射击范围，粉碎炮。The aliens just hit one of the resistance outposts hard. There may be survivors, but that's a best case scenario. We're going in to secure the site. Neutralize all hostile contacts.之前有个蓝色的头盔狙击手，我把它改成那个，我也有改它外观哦，看一下会不会看到它。有，就那一只哦，蓝色的，就是之前它无袖的。Hostile forces are attacking the outpost. Eliminate all enemy units and protect those civilians. Advent came in hot, and so did we. You won't have a concealed position for deployment on this one. 他们带怒气，不会有隐形的敌人。机器人先冲吗？好，这一次的地形很怪哦，我觉得我的机器人应该先冲到地板好了。Maximum thrust confirmed. 泰坦机器人哦，看，呦，新的怪兽哎，哦，这小咖的精英狂战士嘛。看，我觉得我中埋。我先用狙击手枪他一发看看哦，雷霆之手不用耗那个，直接先干他一发。这位置很好，再打。等等，我应该可以再打一发吧？等一下，
那应该死了。哇，好硬哦！干十二滴哎！哦，因为我怕他们的那个几率哦是写好玩的，所以保险一点，投一个手榴弹比较好。还有它的几率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东西哦，有时候会中，有时候不会中。在那边直接开火可以哦。奇怪哦，尤其是榴弹兵的机遇真的是很奇怪，真的。这一只啊会发那个群体攻击啊，先闪好了。因为前面有两个敌人嘛，然后我怕我机器人挂掉，我先叫这一只帮我 cover。On Overwatch。这一场大概都是就七到六个村民吧。很怪哦，他们真的很怪。哦，完了！摔下去好像还会额外伤害哦。屁啊，七滴耶！直接喷他好了，好不好？过早我可以打三回合。再拼一发，他应该死。奇怪，他的命中率真的很奇怪。这只机器人战斗能力超猛的。我在那边跟他赌好了啦，直接打他好了。建议直接把他打死比较好。在那边用防御技能没意义，先用破击炮把他的那个范围炸一炸。靠你哦！好，这样子危机就解除。我这次没有带任何的补给品哦，比较危险。I got nothing. I need ammo. I've got forces sighted. 哦，干，果然。我刚处理那个人处理太久了。为什么会爆炸？哦，还好，我剪卡利是没死啊。你还能动吗？不行。我知道，等一下，我发一个飞弹看看。干，破坏力这么猛啊！找得到另外一个人吗？我想要两只包饭啊，可是这个好像没办法，这边还有一只啊。瞧一个角度啊，近距离开火好不好 ？On the move。嗯？好吧，算了，没办法。哦，很痛哎！应该多研发这类武器。烟雾弹帮他 cover 一下好了。别有惊无伤，为什么？哦，这寒霜弹，因为他狂爆了嘛，把他冰起来了。Fire in the hole！ 我的狙击手跟这一支榴弹兵血不是很多，所以我要谨慎处理他们的状况。百分之百，按那你死定了、啊。所以冰冻弹会让他百分之百，其实还蛮强的。那要多带一点冰冻弹。这个我直接进去处理这个人了，这个人浪费我太多的那个。啊，我这一次没有近战呢。直接在他近距离面前捋肉给他看哦。无眼，
机器人应该是不会被定住了，没错。没有，我直接走过来哦、喔，他的路径直接可以直接一次救两个人哦、喔，碰到就可以。哦，这样我就救好了、喔，我只要救六个人哦、喔。他们外星人越多，我全部都要干掉，这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。真的假的？一发可以直接让这只死。好的，在这边一定要储存哦、喔。哦，如果我如果打歪了，我至少还可以再一次哦，大家看哦，最好一枪解决。Holy shit！ 哎、欸，没死。如果我近距离开他没死就好笑，所以这要储存一下。89%、哦，看一下这89%会不会 miss。哦，没有让我失望。最近出一次任务，它的风险真的太高了，很容易就是死亡。我比较关心的是，可不可以让我那个 GG 计划降一格，不然我这个游戏会 GG 的，还没打完我就 GG 了。嗯，那机器人不会动，我看你可以升级成怎样？哦，你都是右边的就对了，那我们选压制哦，它一移动就一直射它就对了，并降低它的目标的50%的瞄准。好，试试看，加装有火箭发射器的一个动力外骨骼，这是我刚研发的重型枪。Hostile forces are already moving to destroy the data tap installed nearby. We need to lock down the area and secure the device at all costs. 我有两个侦察兵哦，是可以用侦察，然后慢慢的把敌人的位置暴露出来，没有错。但是我以防万一，我们先走楼上，这个人走楼下好了。I'm all over it.可以背那个剑的哦，都是侦察兵。哎，蛮厚的，还好。就是还没看到敌人的行动，很麻烦。有看到他们开枪啊，但是要我直接下去有点麻烦，我觉得会被发现。不知道站在这边会不会看到他们。Let's do this。士官长里面写最后了，我倒不怕。哦，看到了，侦察到了，两只啊，可以。等一下再把他们冰冻起来，解决掉就好了，没什么。先埋伏了，一口气一网打尽。先结束这回合。哎、欸、干，他们跑掉了。到底有多少只啊？这样的话已经看到四只了，五只。这样有五只，而且这两个怪怪的。我其实是可以用战术啦，就是我们把它冰着好了。对啊，保险一点。全部都冰的，这样你要跑你也跑不掉啊。We're visible here. 这三个人被发现而已啊。欸，一个没死哦。这个继续潜行哦，不要被发现就好。10-4啊，被发现了。
我觉得这比较准啊，我有帮他加一个很像加十的那个瞄准的。This looks valuable. 另外一个是练手枪的。Scanning. 干！我干，他把自己人打死哦，他还打自己人，为什么？有那莫名其妙那一只哦，早知道我的子弹就留给他了。选。Still moving. 这种时候真的挺麻烦的，我还要先reload一下。我不知道在这个空间里头 O 不 OK 哦、喔？哎、欸，你是士官长吗？你是玩破坏的？好，我们破坏看看哦、喔。他破坏是不会给予伤害的。如果我攻击，我就被发现了。再侦查一下，不要激动。Objective position confirmed.Menace 1-5, we've got a line on the target. Move to protect that gear at all costs. 要保护那装置可以啦，可是那边有个精英啊，没处理好我就再见。100%不能干掉他。这个致命射手，我是想给那一只比较强的那一个精英啊。欸，跟刚刚那个预算的血不太一样欸。干！这个有伤害了，我第一次知道。看来我被发现了。我们躲好好的。先叫他把下面那干掉。用手枪就好了。刚那一只到底在哪里啊？这里。所以我要很小心谨慎一点。之前有在地板的时候被他打趴过，所以我不太敢下去哦。叫一只进去，我先叫一只进去就好了。很危险啊，真的很危险。Position confirmed. 这一只是新兵啊，真的不太想让他死。我现在很缺人。Moving overwatch. Sensors at maximum range. 出来喽。不好处理啊。一滴，我连那道具我都不敢捡。为什么你不能打？奇怪，现在移动也不行，很亏。强力射击一次好不好？你一移动，他就马上移动了，所以我都不敢动了。拜托，很好很好很好，首当其冲的应该是靠墙壁那一个，好衰欸，干掉这司机一次，哦，雪特，真的要打吗？结果他算最少的那一个，六到八他打六，shit。哇，他狂暴了，应该是吧？我没有看到他造时空门啊，应该是走不了。屁啊！啊 ，no no no！ 哦 ，shit！ 看有没有三回合内把这一只干掉，有点硬欸。哦 ，shit！
要跑了，干，那这样不就给你跑定了？先过载好了。挡在你的门口好了。干，他要跑了，哎，超废的你，太快了，他通常他都会给我一点点回合，现在一点灯就直接敌人过来，是来给我练经验还是怎样？他第一次出战哦，吓到了，先把他抬去安全地方哦，把他放下，我要回去作战哦。屁，他放哪里？终于来哦，等你们很久哎。我又可以再打一次哦。哎、欸，升级啊！对哦，机器人可以升级。对。All right, I'll go. 对哦，我可以用医疗包先医他。他下一次就不用那么久再出战。哦，好准哦，百分之百这只。啊，泰坦的模组真的我也蛮满意的，这一只的配色跟装备我觉得弄起来真的还蛮帅的。啊，这个人不素，这个菜鸟菜鸟的就让他长这样了，我也不想改了。虽然我很多啦，可是懒得去弄它。士官长的造型其实我是有点不太满意的，只是想说算了，就弄就弄了。哇！哦，原来你也是侦察的、哦。我一直不是很喜欢用长剑哦，所以还是用幻影好了。哎、欸，他挡到了，可以移哦。你之前好像都是往左边玩的嘛？看一下恐吓，有几率视线内的敌人恐吓，破坏球。冲破墙壁跟掩体，视野内的敌人会恐慌哦。好啦，感觉有点机杼的技能，你知道吗？哇，这强哎！使用手枪对每个可见的敌人进行一次射击，杀入地带我是看不懂啊。反应射击是什么？我忘记了。点这个啊，杀入地带啊。我有另外一只是专门走右边的，你是走剑术的就对了。冲刺后获得一个行动点数。The biochemist and the pharmaceutical industry. 我招募一个人、哦，他可以在这边士兵训练哦。And put to work in one of the very first gene therapy clinics. 我们把他用成专家。What their technology is capable of, for better.